别个物件。我大学个毕业论文，我怎爱写毕业论文？爱做一个 research， 爱写一篇论文出来。我毕业论文写西方。啊，当然，我唔是咧讲西方嘅技术啦。相亲嘅代志。哎，唔是。我怪你用少嘅，你嘅。对啊，我唔是咧写西方嘅技术啦，我是咧写西方嘅分工，因为我是 team 嘛。哦。我一个笔啊，爱经过十个人写。我一堆，我迄个时代，我嘅西方组一组分配十六个人，啊排排顺序，啊对只头一个技术，写一个，安尼个。头一个上无嘛，从第二个、第三个都已经清气啊，不要跟他顺你啊嘛。啊，这大家人无同款的工作啊，就是讲伫遐。是啊，不是啦。不是，我就伫遐。第一个工。因为参加西化去接触到迄个工业工程的观念啦。嗯。就是讲工作的分配啦。嗯，分工。工作一个复杂的工作，爱甲切落摇啊。嗯。安尼走过，安尼效率才会悬啦。啊，当然嘛，较无心切啊，因为你。去做一点钟，就是拢共迄个动作，会较无心切啦。嗯。哦，啊，总是 overall 的效率会较好。啊，我因为我大兴洗碗，洗碗是大拢啊参加的，我后来变做洗碗组长，迄有配。我咧做工作生，学校拢招工作生啊分配咧吼。即个基本劳作，阮在做领班嘛。嗯。啊，逐个月都有一定人生，一二十个人来我这班啊。啊，着工课拢分配，我逐日爱去共伊带，做看头收尾安尼，哦，啊点名，啊算分数，哦，我是无算分数啦，总是恁若拢缺少去都有问题嘛，哦，我是做领班，嗯，啊总是我做了到我大学四年要写毕业论文时，我毋知怎去想着讲我来研究这个物件，因为阮开始的时工课拢，阮甲分来派互伊。啊，照学号，一号字，大家照学号排队。嗯。哦，你今仔日来头做头一位，明仔载做第二位，后日做第三位、第四个，大家照咱顺序。我边个是啥物人，迄拢固定个啦。嗯嗯嗯。啊，大家来时间固定个。啊，你个论文是？啊，我家做一个实验，讲咱来试讲，互因家己抢工课啦。哦。头一个工课上届垃圾，人届无爱做，嗯、总是上届才开始。啊，你开始了。你若做上早了，你哪先走？哦，所以我讲，啊有一个诱因，有个人无伫遐动遐久。对。哦，你无遐动遐久，你爱先走，是讲你时间度较，讲我今日后壁有歹代志，所以我会使较早来，我抢头一个，赶紧做了我就走。嗯嗯嗯。我早知后壁有人来无啊？嗯嗯。我都做了，跳起个跳起个跳啊。对。哦，头一个就干那种厨余迄盘仔顶盘啦，啥物仔个倒来粪扫桶。坐过隔壁，安尼啦。嗯嗯嗯，那就囥下就算。对啊，啊伊一日啊就了，伊就走啊嘛。嗯嗯嗯。我甲设计一个，这学校拢毋捌想过的物件。嗯嗯。我去学校讲我做这事情，我不欢喜啊，我好啊，我付钱互你做。我讲唔免啦，我也无啥物开销啦。嗯。我无甲提钱啦，当时在做这事情。所以你论文就是针对这个部分。对，我就是咧写讲这洗碗的现象。哦。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嘛。对，因为我是个社会较有意见。所以，你若起来做企业的部分，其实嘛是真好个，对一部分。因为人总是有迄个所谓的。啊，迄就是讲，阮特别是洗碗组，迄学校个人甲阮介绍洗碗个代志，啥物个事，我才接触着，讲哦，原来世间就安尼做工个，安尼咧切个，安尼咧设计，安尼咧考虑个，较早拢无嘛，拢。即读中学，才有咧想迄个，嗯、哦，啊，伫遐接触个啊，所以我洗碗，我有兴趣啊。嗯嗯